Shipping Company to the podium. Thank you very much.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 I will speak in Chinese. Please fin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n the screen. Thank you. 今天我很高兴来到美丽而神奇的冰岛，与来自各国的朋友共同探讨如何保护人类共同的北极。 共同憧憬美好的未来。中远集团是以航运、物流、码头、修造船为主业，拥有和控制船舶740余艘、5200万载重吨的跨国航运集团。我们时刻关注着航运前沿技术的发展，对探索利用北极航道的商业价值。 进行了前瞻性研究和实践，今年5月，中国被吸收为北极事务理事会永久观察员，为包括中远在内的中国企业提供了更多与其他国家共同开发和保护北极的机会。8月15日，中远集团旗下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的永盛轮自 中国华东的太仓港启航途经北极东北航道，于9月10日顺利抵达欧洲的鹿特丹港，完成了中国商船首次北极东北航道的破冰之旅。女士们、先生们，中远集团以企业自身发展为主线，秉承全球发展、和谐共赢的理念。 积极探索试水北极，向客户提供增值服务，实现企业与客户共同发展的有益常识。其意义在于，试水北极探索新航线，扩大服务区域和范围，为客户提供更多的选择和便利。试水北极航道降低经营成本，北极航道较传统航道 减少9到15天的航程，可节省大量的船期和燃料费用，降低成本，提升市场的竞争力。试水北极促进节能减排，北极航程的缩短可减少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减少环境污染，最大限度地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女士们、先生们，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极地水域冰雪融化速度在加快，北极航道水域在夏季的一段时间内处于可航状态。自1997年夏天，芬兰邮轮“优酷号”首次试水东北航道后，通过北极航道的船舶越来越多，2012年夏季达到46艘次。 这说明北极东北航道作为连接欧亚交通新干线的雏形已经显现。然而，北极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趋势同样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不断的变化的气候和北极地区环境的脆弱性，国际法规，特别是针对极地特殊水域 安全与防御污染规定的缺失，都不利于北极航道和其他资源的开发，这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保护北极是人类共同的长期的责任，为此我建议，我们在探索和利用北极资源，包括航运资源时，必须把环境保护作为我们首要的任务。 在对北极的科研和资源开发上，包括气候监测、冰情研究、水文观测等方面，应进一步加强合作。在共同利用北极时，必须规范行为，避免无序的
无约束的开发，以保护人类共同的北极。冰岛是北极理事会的重要成员国，一直在开发北极资源、保护北极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中远集团愿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冰岛共和国政府关于北极合作的框架协议精神，与冰岛各界进一步加强合作，为促进北极航运发展、保护北极环境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女士们、先生们，我相信有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北极必将更好地造福于人类。最后，我代表中远集团感谢冰岛组织这次会议，并对长期关心、支持和帮助中远事业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并预祝论坛取得圆满的成功。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